一起吃吧，欢迎 special。三位吗？对啊，对团啊，他们是对，不要乱想，这是 live。退光光，退光光了。哎哎，还有三位吗？来 ，Hello， 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在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样？哪个戏路？那是哪个戏路？恭喜发行新的作品，谢谢，谢谢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，我们的第五张新专辑《Body Body》已经发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是一起来参加一起吃吧。是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要来吃好吃的东西。没错，对不对？那待会好吃的东西呢，待会我们再一一跟大家介绍。嗯，你们这几位谁是吃货？都是吃货，都是吃货吗？都爱吃。谁会做料理？谁会煮菜？子红。子红会做饭，我只会炒饭。我也很会炒饭，我也会，我也会。你也会吧？应该不用教了。约炒约炒饭简单啦，炒饭约炒约炒。OK， 约炒约炒。约炒饭啊，约炒。对，而且这一次初级的，我感觉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话题变多了。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？想跟大家说什么？就是大家可以信不好的时候就看看我们的 MV。Body body。会很开心啦。对，但是公司这次要跟你们走的就是比较暖男系，对，还是要走一个什么样的风格？应该是怕冷系，怕冷，对，都穿冬天到了，哎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当中谁是最暖的一个人？最暖心。对，如果今天要投票投一个人的话，他是觉得是最常关心对方的。有人喜欢说自己是暖男，这个算吗？也有可能，就是你们投票，好不好？谁会自己说自己是暖男？一二三，谁？你会自己说自己是暖男？我只是说，我刚好演的是暖男的角色，你适合合理。那你个性呢？个性私底下是一般的，一般。一般。现在要为什么感觉很得意啊？好得意哦，得意的，一般，得意的暖男。但今天来了六位，还有其他几位，他们是他们有外务。哦，洪正目前还在疗伤当中。洪正脚还好吗？但是已经好很多，越来越好了。现在可以走了，可以，对对对，可以。他怎么了？因为他之前拍我们那个 HiFi 那个戏，他脚骨折，脚踝骨折。一年，那另外几位啊 ，Tabby 跟 Dylan 现在是因为还有工作，所以抽不了身。哦，所以什么时候可以让歌迷看到你们合体？合体，完整合体，完整合体，合体，其实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签唱会应该有机会。哦，签唱会16号，对对对，1月6号，1月6号，全部都会出现，有机会。但今天要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3对3，我们要来比，你们互相要比腕力，赢的才有东西吃。好不好？输的只能旁边看。对，你们自己分好队了吗？分好了，分好，就是这边三个，那边三个吗？对。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这么晚睡？就是我们在后面健身，瞬间健身，这样会消耗体力哦。对啊，这样会累。来啊，来，来对谁？第一位，我对丰田。赢的人，我对伟健。啊 ，OK。这样子好，我们先来给他们看我们第一个要吃什么。还有我看到后面的精致五星国际料理。我们第一个要吃的是陈年酱油香卤猪五花肉饭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可以看一眼吗？可以看吗？可以看吗？可以给他们看吗？可以看一眼就好。哦，是这个，赢了才能看啊，赢了才能看哦。现在不能看啊，连看给他们看啊，我也会有更有动力吧。我们看一下，一二三。哦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有肉有菜，重点是要这个空肉很屌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试看看。对，都真的，都真的。好了，来喽，准备开始哦。来，阿丘宝，来，第一位是谁？第一位要对上丰田对 Evan， 赢了才能吃哦。好，加油啊！准备，真的会。暖，三，不能服。等一下，要平，放松，放松，来，放松。暖男 ，Evan 暖男，手腕放松，公正公开啊。三 ，Evan 暖男爆发 ，Go。Evan 暖男爆发，不是，那整个被吸走了。这个东西合法吗？你干嘛一直靠着这个？哦，丰田加油！啊，哇，赢了！丰田你不能吃了啊！恭喜这一位可以吃啦！强的，就我一个。还有，接下来第二道菜啊，第二道菜可以吃中式精致猪肋排左汉方药。好，来准备，就定位第二吗？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地方。不服是不是？不能服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服，我可以服。好，你服他不服嘛，好不好？三二一 ，Go！ 哇！这个手腕，不要受伤，不要受伤，不要受伤。你没有出力是不是？哎呦，打热水。
呀！哦哇，我的天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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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走啊！是我赢了他们，没有是他不能输，我可以输。那么久，他们队全输，我们现在输两个。接下来是什么？日式举香奶油煎饼佐香丝泥，好长哦，长好长。好，来来，准备，加油！有在健身的，不要闹了。我很久没有健身了。哎哎哎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气势，要扶吗？大家是扶吗？扶就一起扶，不扶就不扶。三二一 ，Go！哦、好痛哦、欸、这太痛了吧哎呦哦啊加油加油 被灌爆，真的被灌爆哎、欸！恭喜这一组可以来享受美食啊！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棒棒的！哇哇！我想喝那个汤。哇啊啊！刚刚这个佐香丝泥，对啊，我以为是大家一起吃，结果是那样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是来来来这边。刚刚套餐应该卖力一点，应该可以吃，应该可以卖力一点。所以那个是佐香丝泥，是不是那个？哪一个车轮饼？哇，对，这个就是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哦，真的饿了啦！这几架好假，很香哎，那个要饿到了。那那个这个不能吃的那一对，你们在这边看着我。对，在看着我。那你们就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专辑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先进广告，我们先吃，他们吃。好，先进一下广告，待会回来再吃。吃饭啦！人生最痛苦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朋友在吃，旁边别人不能吃，真的很解。很解，没吃饭对不对？还没吃啊！太好了，刚刚好，来，太好了，我吃给你们看。来来来来来，吃吃，请享用，请享用，请用，开动了，开动，请用，请用。这个东西，而且你看还一人一份，有饭有汤，哇塞！你空肉，哎，你们这样感情会不会不好啊？变不好？本来就很好。而且那个药炖真的好香哎。腰炖很香，嗯，腰炖排骨是补身体的吗？补暖气还是干嘛？补暖气，补什么气？补内脏吧。补内脏是吗？应该是吧。哦，补身的吧。身补肾补肺，天哪！补血。哦，很认真在吃。你喜欢吃台湾的夜市小吃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吃。嗯啊。喂，哇，嗯，哦，烦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们聊一下你们最近的活动吧。啊，最近的活动啊，就是那个1月5号，不是1月6号，1月6号，1月6号跟7号，我们都有那个签名会，签唱会，签唱会，没有，签名会，签名会，耶！哎，不是唱歌啊，我不知道，要唱歌吗？啊，台北会唱歌，台北会。1月6号是签唱会，1月7号是签名会，然后在哪里啊？1月6号在西门町，1月7号在哪里？喂，是没有被自己的通告。高雄梦时代还有台中，高雄梦时代跟台中，台中的学艺广场。反正你们去那个粉丝专页看就有了。Special 的粉段，可以不要看我们现在的介绍，我怕你走错地方。粉丝专页最准，对。介绍一下我们的 MV 吗？哦，我们的 Uncle MV 昨天台湾已经上线了。嗯，没错 ，YouTube 可以打到。没有对到水的部分。嗯。我好像外面我现场是对的很准呐、啊。MV 到底怎么会这样子？MV 解释一下，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聊聊。其实这是一个，第一次看到是一个新，这是一个新潮的东西，故意的。嗯，我们的新闻稿人说它是一个新潮的东西，很故意，很故意。就不要未来的 MV 都对不到嘴，喂，很难呢，真的很难。那对不到嘴啊，我们练很久，乱讲的啦。哎，那粉丝看到我跟你们说什么，或者你们想要跟粉丝说什么？粉丝有一直给我们那个加油打气的，给我们鼓励啦，我们都有收到，谢谢。其实我们没事，真的。对，我们真的没事。但你笑坏了，你要哭了是不是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说好，说不是说好没事吗？对啊。但是 OK， 至少话题有达到。对。风景你觉得呢？觉得，我觉得好真实哦。对啊，我像。对啊。好，没事，没事。
你们就知道他很容易讲错话。我怕讲实话。哦，太酷了。你真的很饿哈，真的可以。哎，像你们当偶像团体会不会就克制食，就是食物啊，半夜不能吃东西啊？会会会啊，会吧，会克。有几个团员吗？有几个团员会克制啊？你应该不用吧，那么瘦。我需要。没有，我跟 Evan 是属于他们两个是需要需要克制的。会胖吗？你们都是先胖点。对，哦呦，先胖点的。没有，其他应该不会吧？你们都还 OK， 目前还可以。对，目前食量其实最惊人的。他很惊人吗？跟我说，后面他可以吃凉面，可以吃几碗？上次记得凉面啊，五碗太多了，五碗凉面的那个酱，五碗一直续。哎，那像现在很多团体，因为他们后来都有些人都单杯自己出来发片啊。对，你们想过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？比如说像吴京喜欢唱歌，那么谁想要自己出来发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？其实单曲我们已经蛮多人都有发过了，哦，韦静、我子红在他生日的时候也发了一首单曲，几乎每个人都有，所以没有，嗯，对，然后丰田也出来那个丰田好通天嘛，对啊，那像那种。那个 Evan 跟艺人现在在内地他们拍的古装，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，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再回来跟大家兄弟一起，对对对，玩音乐就不错。嗯，什么？说韩语了吧？什么？好了，我觉得你们很可怜啊，算了，就算了，就是。对啊，给他们加的。我们家想喝那个汤，可以吗？来啊，一起喝，一起喝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还拒绝别人？啊，一起喝，一起喝，一起喝，来，我这碗给你，我要喝。可以啊，来来，子红，丰田，来来来，给我吃一口，你可以拿这个汤要吗？啊，这个也被吃了。你有喝过吗？这个我好像没有。没喝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药炖排骨，排骨猪肉，排骨啊，猪肉的。你敢吃吗？我敢吃。没有人吃猪肉还是不吃牛肉的，有吗？都可以，好吧，都可以啊。嗯，哎，都没有肉哎。哎，这是啃完丢回去的吗？不是，刚我有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就是。OK， 啊，这个这个可以，这个都可以。OK， 那个就是啃啃啃过。他说你们把它吃完啃完丢进去，然后给我们吃。没有没有，刚刚很多都没有肉。好，那也希望那个。你们之后的活动都可以很顺利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嗯，好。还有我们本人，好，主任，你是觉得我们这集很难做？我们继续吃吧，谢谢。来，谢谢 special， 来，我们看一下新闻，正宗就是演唱会新闻。